孩子们就是站在当下，也寄眼于未来，让自己对未来有一个规划，有一个梦想，然后三十岁的时候再拆开这封信，看一看自己是否做到了自己儿时给自己绘画的那个样子。那黄鹤楼作为武汉的地标，我们身为武汉人在这边举办成人礼，可能成长过后有特殊的记忆，愿我自己不忘初心，继续展翅飞翔。我给我自己这个目标就是未来可期，前途似锦，然后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生活幸福快乐的生活着。